好，这次我们来血池哦。我们上次花了一大堆石头，花了一大堆石锭，都没有抽到一只悟空。如果再没抽到的话，只好去买黑蛇化的悟空了哦。好，没有抽到天地姐的悟空，那我就去买黑蛇化的悟空，气死我了！250GB 算什么吗？我硬碟有的是容量，除了摆一些片片以外啊，摆个黑悟空250GB 也是绰绰有余的。Go！ 来了来了 ，OK， 不意外，不意外。我上次完全没抽到，我心情就很差了。各位，给我一点信心吧，各位。但我对我自己都没信心了。泰斯小雪啊，还没有加新数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不好的预兆。悟空，那我中吧。哦，完了完了 ，barbecue 了，完了完了 ，barbecue 了。啊，你知道我这26天怎么过的吗？7月31号抽的，你知道我连集的60几抽，我怎么过的吗？每日一抽，我都不敢按，你知道吗？就生怕按到绝。Go！ 不要啊！不要再没中了。哎，30抽才加80。我要的是《西游记》的悟空，不是《Dragon Ball》的悟空。拜托啦！拜托，谢谢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就是你啦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第几只啊？有出白骨，我也抽什么东西？你快问他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吗？哦，哦你妈的头！2、3、4、5、6。哎呦，好烦啊！我不敢按。过了26天。究竟是不是孙悟空？不用抽了，不用抽了。你好歹给我第一只歪嘛，我还有机会。那你直接给我一个白骨夫人，我只剩30。干，我手好痛哦。3只白骨夫人，没有悟空，没有悟空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各位各位，我要开视讯给你们看看。虽然我没有孙悟空，但是呢，我还有这个悟空。等一下哦。我会打开看到我没穿衣服。等一下，没有孙悟空，我还有两三名先生的悟空啊！给我悟空！
这是我当初买的那个代购的那个悟空的画像。难打头，不行啦，磕不下去了啦。什么直播回放，什么重播，你们这些人没礼貌。气死我了！好，就这样。好，我这边重讲一次：如果我现在按十抽，抽中悟空，我点上就去死定刷卡买黑神话悟空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会把那个单据秀出来给大家看，就不要提打爽了，有没有？一直立弗雷格，一直立新的弗雷格。好，我按了哦，不可能中啊！怎么可能中？那边闹，如果可以中，我明天去买乐透。应该不会嘛？不会嘛？哪那么好中？我就说吧。好了，好的，我们把剩下20抽抽完。但我觉得应该是不会中了。画个棒棒哈，这样。棒棒。怎么画棒棒啊？太难画了吧？不会中啦，这不可能中的。哎。紧箍棒，紧箍咒，你看吧，就不会啊。哎，多的啦，多的啦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我抽那个小风吗？那我们接下来抽这个台服的苏醒者，风属性的咒师用吗？这个就随意啦，啊，这个我不是很 care 了。没有抽到悟空，比较。心情比较不好。20抽，30抽，不要跟我讲随意马上抽到了哦，我会更干。1、2、3、4、5、7、5、10，1、2、3、4，哎，红豆要抽吗？五。许久未见，别来无恙。哎、欸，歪了，但这次我也没有。无心理由。黄豆要抽是吧？那等我抽完。歪了。那这个就是要抽到下一个。乱挂，再用个90抽，哎，在哪里？会不会到时候？我也是抽到底，不行，有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嘘，姨妈叮嘱我，在外不得以真名相称，你就依照小名喊我景六吧。没有中，好，再一次。我看有人说他也是抽好几百才中油麻的，没有，
没有中。哎、欸，有了，三十抽中卷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有没有第六只啊？三、四、五、六，第六只都锦乐天，锦乐旗是不是？我是觉得蛮值得的啊。哎、欸，第六只都是风，都是锦乐旗啊。对啊，两只锦乐旗，然后一只绿。完了完了，我抽几抽，我根本没在数，因为我根本不 care 啊。有了，又有了，这我的账号啦。一二三四，第四个了，不一样了。二三四。是你唤醒我的吗？所以看起来我应该是花两百多抽，对，两百抽多一点，哦，那还行，四只，啊，正常发挥，这还是我的水准啊，啊，差不多两百多一点，就出来了，你看，出来了。那我要悟空，我要孙悟空，我要孙悟空，哭啊！好烦哦。然后我等下帮观众抽一下，再等五百年哦。我可以活那么久吗？我怕我连。不要乱讲话，没事的，只是去一只猴子，我才不炫呢，只是一只猴子而已，我才不炫，我才不炫猴子。早晚有一天，我的。好，这一只账号是观众，好，这是观众账号，十抽第十抽，第一次十抽。第二次二十抽没有，三十抽，欢迎换金箍棒，你是不是在伤口上撒我盐？三十抽没有，四十抽金箍。你看金箍棒哦，刚刚换成那个紧箍咒，金箍棒怎么画？换一个棒棒，棒棒很难画。哎、欸，第几抽啊？忘记了。三十抽就有了，还四十抽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哎，第九只，三十嘛，好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究竟是不是锦乐旗呢？三十抽都把你抽到，不是你要的。怎么办？还要吗？对啊，还要酒鬼怎么办？还要继续吗？还是先收手？再一踩，好。棒棒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哎、欸，干，又是第九个，哎、欸，又是第九个，怎么办？又是第九个，感觉又是风吗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
五六七八，如果你要跳出悟空，你要跳出悟空，把我的电脑给吃了啊！有了啊！姨妈叮嘱我，在外不得以真名相称，你就依照小名喊我警六吧。然后四十抽，是四十抽两只绝，是吗？嗯，好了，就这样。赞赞，我都佩服我自己了。刚才要跳出悟空，我就把我电脑给吃了。那边今夜好眠，我没有悟空。叽叽叽叽叽叽叽，谁稀罕一只猴子啊？谁稀罕一只猴子啊？我才不稀罕呢。这区区一只猴子，斗战胜佛，哼。好，我们剩下这个悟空这里哈，我再抽个五抽就结束了，那我就不会中了。真的要按吗？感觉按也没屁用啊！要喷光啊，喷光、啊！反正下一期我也不会抽了，只好去玩黑神话了。好啦，不意外，不会中啦。好，就是这样。我准备要差不多休息了，我昨天太晚睡了。好，反正悟空惨烈，没有中，结束。